么长加班了、啊？他从黑手厂长变成了业务副总。我老公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可以每天在家为他洗手做工。他从职场女强人变成了家庭主妇。这样的改变都是因为他们成了中国台客。这家人曾经分隔两地三年多，家庭几乎崩解。那时候都会觉得很无助。那时候就觉得有人住的，我会跟我妈说，妈，我都忘记我爸长什么样子。开动。如今一家四口在中国有着一起吃苦的幸福。在学校不管会被老师骂，他就说我们红领巾代表国旗的一角，所以一定要戴红领巾。什么都有讲的，什么都有山寨的，你只要想到的东西哦，连鸡蛋都有山寨的。谁是跨海前去的神秘嘉宾呢？谁来晚餐前进中国的首部曲？12月10号晚上9点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